你干嘛？这边药店听说还是有一些好药的。然后菲菲不是肚子痛嘛，然后有他们这边有中国人就介绍说，这边有一种那个治胃药的药非常好，好像是印度产的。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果。但其实也不敢不敢给小贩子吃还是个问题，我们就先买一些吧，然后顺便还要买一下那个什么疟疾，那疟疾药，对，因为这边就是说回去备一下疟疾药，你临时一下有可能疟疾药国内都已经找不到，然后就是你回国的时候，你如果被蚊子咬的话，在这边被蚊子咬的话，它有可能有10天潜伏期，然后它有可能表现的症状跟感冒什么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回去有表现这种症状，先吃一下疟疾药，因为这个会死人的，可能你感觉感冒症状发烧什么症状两三天，然后就感觉只是感冒，但其实它是疟疾的话，你有可能这两三天就挂掉。所以我们要备一下疟疾药，然后买一下那个给菲菲要的那个胃肠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来非洲旅游或者来工作的人要提醒大家的，就回去的时候要把疟疾药备上。To make this like, made in India. This is German. German. Yeah. Germany. Germany. 这是德国，那是印度的，我们买德国的。好。OK. And bring this one.这个要7000。这个是哪个？How about this one? It's Indian make and this one is. Indian make. Indian make. 印度的就便宜，这个德国的要7000。要吃多少个呢？三个。一天吃一个。这个是一天吃两颗，这个里面只有三颗，这个吃三天。哦，是不是铁？补铁的。哦，维生素那些是，那造钱，造铁，造血，嗯，这五维他命什么的，哦，这个是什么？难道他们这里还有很多人要买补充维生素的吗？还单独这样拿出来？应该是。Can I take some bottle for you?我们刚才买了两盒那个疟疾药，然后这一盒是德国的，7000块钱，然后这一盒是印度产的，2800，都是治疟疾的，对。那我们还是相信德国的。是，它其实有3种疟疾药，其中2种都是印度。2000多，都是印度来的，然后这种是德国。药品还是很多都是印度的。对，一盒这都是疟疾药，一盒20多块钱，这个一盒70块钱，60多块钱。反正应该说还好吧，如果得疟疾肯定大部分的人都选择这种，是不是？是。反正都要备着吧，走吧。走。小陈，老张。嘿，小陈，你拿了什么呢？枪。这边枪支是合法的，你可以通过申请枪证然后那个买枪。这把枪差不多，这个是来福枪嘛，这把枪差不多10000多人民币吧。然后因为这边有时候治安不是那么好，大家备在家里面防身。然后今天我们想去试开一下嘛，毕竟非洲是可以开枪。那这样吧，Qiuli往前跑，往前跑，准备。准备什么？现在不拿出来。开枪。走 S 型不好瞄准。那是蛇，真傻逼！一会儿 S， 一会儿 D。对，就挺着，瞄准的可。这里面是精神病院。还敢锁门？他的门太大。我刚才表现还可以吗？能领到盒饭的吧？是啊，该不付钱进。你才跑了 S 型 ，B 型还没跑，是吧 ？B 型怎么？B 型我可以挺得起来。哎，今天有那边上班啊？对。你不要站在枪口后面，不去，走火。对着老张就好了。
也没什么手信好带的，要不带两双拖鞋回家吧。带十双，带十双，多烦一些。家里人的尺码，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粉丝的。要不大家在后台留言大家的鞋码。屎，狗屎。这里等的快，不带。那有签证，然后。我有签证不好。对啊，早了，这里秀萝卜准备卷啊。这萝卜太甜了。啊，这后边还养了羊。鸡啊，羊啊，还有鸡啊。什么都可以养。吃的时候现宰是吧？是啊。拉出去。等下我跟你说，开的时候保险还没开哈。开好了。这已经开了。开的时候你这个手啊。收他要挡的时候，你要跟着他挡，你不要硬对硬，硬对硬你的这个手会受伤的。对，以前有开过，声音非常大。从没有人的天开，你不小心朝，你应该找个正面对着他，这个角度不对。他不敢站前方。好，开了。等一下。声音非常大。我害怕。你摆个造型。声音非常大。不要开啊。对，你站在那边。声音很大。这身上的东西好像太多了一点。那要不捞出来一点。你要不？哎呀，我有麦啊，没办法。麦没关系。对啊。就这边就可以了。就那个。好，我。从我提到的就。应该从我这边放的。哦，拍了啊！哦，开了啊！你看他这个耳朵堵上了，没有想象那么大了。拉回来。哇，这边很大。应该带一个东西吧？耳朵也大。对。哦，他那里面有收音，声音也大。你开不开？我不开。开一个吧。试一下吧。啊，这一切给七五八六啊。力很大吗？啊，还行吧。力气很大吗？你力气有顺着就还好。顺着它，它有个后坐力。这一枪过去，那些羊全倒了。卡住了。直接开吗？这个给它开吧。你刚才用。刚才应该这个角度吧？哇，你躲到那里干嘛？好，再开一枪了啊。那什么东西飞过来？拉回来。好了，还开吗？老张去试一下。够了。够了吗？要不要再开一个？来，我来开一个。再开一个，来，你开一个。开着爽啊！我也想开。我可以啊。挺难。是吗？你别打到自己。你又溜了。应该把脚这样。哎，我得翘天上去。我开了啊！这么难的，别对了，枪千万别对，别拿的跟鸟枪一样。来，鸟枪放大炮。那个录影来了。不是我站在中间了，不是？那肯定呀。上子弹的时候也没录。上录了，全程都录了。来，你们两个拍一张。到那了。我对着你嘴巴吧，这是。这是真枪。但是没有子弹。别乱来。啊，不是没子弹了吗？没有子弹。没有子弹你也要注意安全。那现在是拍还是录啊？就是录影。在录影没关系，它定住了，它就可以那个一会儿可以取照片。张飞，你应该直接拍照，那样效果好一些。这样好吗？可以吗？可以。